有人问我敢不敢拿儿童杆去钓鱼，安排，我不就是干？不，抢我孩子，我还没说完呢。那个挑战不都这么喊的吗？不是，关键是我没准备啊，你干都没有。来来，拿去，补鞋。喂，干什么呢？我钓鱼啊。钓鱼？那你鱼竿呢？这不是鱼竿吗？这个是鱼竿。这难道不是鱼竿吗？这是鱼竿，这是鱼竿。是，老板，你有啥意见吗？我没意见，我没意见，我就是觉得太酷了。老板，你这是懂钓鱼的？那个怎么收费啊？今天300块。300块是吧？来，你笑啥呀？笑你笑你了，付钱。不是，我上一个星期我上一次在一个星期我都付了两次钱了，还要我付啊？那不好意思啊，老板，那不钓了，今天。哎，别，我请，我付。老板来付钱。哎，付钱，他们都在嘲笑你，要不咱们现在去换根钓竿吧。左下角领的那个青酸你不知道了吗？这你都知道？哎，这不是看你总换新手机吗？我就去左下角试了一下。哎，除了手机还有看到钓竿、电脑、手表和平板。可以啊，你没领到吗？哎，这免费的手机我怎么能错过？能找到手了？之前不是只有手机吗？怎么现在这么多福利啊？这也太大方了嘛。这不是五月了吗？那厂商为了那个推广新版本，那特意升级的钓竿、电脑、手表、平板全都是组合发货的，你运气好还能一次性拿下来。那我现在就去。你说这个鱼竿咱能钓上来鱼吗？这万一钓不上来鱼，这多丢人啊！我都，有点不好意思再钓了。哎呦，你什么不好意思啊？你换个角度想啊，万一你钓上来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是全场最靓的仔，对吧？站起来，别人都在看着呢。有道理啊，来，开干！不服就是干，奥利给！爷，不行，你把线拉长一点嘛。来，拉长一点。你吹，别人都看着了，快，烦死了！不管怎么样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今天一定要上鱼。来，给我揍你！对，手动拉线器。有没口？没有啊，这咋转啊？这可比路亚杆难太多了。那不然那这挑战什么东西？这一点难度都没有，还挑战吗？要敢度没敢度，要硬度没硬度。来，嘿，哎呀，你别把自己丢下去了。不是，你要像套马一样，啪，又出去。怎么那么多花？要不你来？哎呀，你来。哎，有口，哎，又不行吧你？这太偏了吧？要不换个位置吧？咱。哎，可以啊。换个位置，走你！哎呦，这也太慢了，这慢了没口啊！哎呦，来了啊！你赶紧摇啊！你轮着摇啊！你摇啊！摇！咋摇？你摇啊！你这咋摇啊？这是轮子的轮子干嘛？轮子就是摇的呀！这摇了，这你自己看。哇塞！这我鱼，我鱼还在，这，我这咦！来。我这个牛，怎么好摇半天摇不上来，手撕了，哎，搞死了，是不是？我先停了，对，快搞，开光了这个，那你去，来，我再继续，我现在发现这个哦，跟这个钓竿怎么样用才好玩了，我跟你说，哎，富姐，啊，你这个手表是左幺幺零的？对呀，我都已经戴了好几天了。哎，我看到这个手表好久了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拿到？啊，你这样，你去点我左下角中间找个礼包码，就那个去领取按钮，那领了之后再玩，那升级速度快10倍呢。那完成任务后，别说手表啊、平板啊、电脑啊，那基本都能领到了。哎，好，快，先搞鱼。哎，来了，哎，哎呀，你轮子摇啊，轮子摇啊，这你看，这要断了，它都。你摇呀你，你自己看。这摇得动啊？谁发明的？那不摇了，你怎么用这个轮子钓呢？哎呀，要跑了呀！哎呀，不是，这玩，把本搞回来，把本搞回来。哎，行吧，再试试看。对呀，这么好玩，多有意思啊！真是的，下次不要再搞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。快，嘿，就丢在这个边上就可以了。摇哇塞！哎，给我放了，这条鱼还可以哦，放了鱼肉去。来，你看这怎么玩啊？这丢人丢大发了，丢死人了。没事，挑战成功。那我还有预备方案，来，拿这个玩。你怎么一天到晚净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？我不玩，要玩你自己玩，你自己慢慢玩。这好玩，呀，不接。这个真的是太好玩了，我这个简直，我跟你说太酷了。
是不是？我就说嘛，对不对？钓鱼本来就娱乐，你换着花样玩，才有趣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这个人真的是，你咋那么烦？真的是，你让我一个人钓一会儿，你赶紧走，让我一个人钓一会儿，你把我把这个鱼也带走啊，好吧，放到户里面去。哇塞，来看我这条鱼大不大啊？来来来，会不会抓？哎呦，抓条鱼都不行。哎呀，呼，太酷了！这个时候感受一下，也不要脱底啊，稍微跳一下，不然的话就没有泳姿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放鱼了，让我的卷线器没了，我的天哪！哎，这一天天的在搞点啥？哎，别给我上来！我的天哪，放丝绒鱼，给我进去！哎呦，来了！小鱼，哎呀，怎么每次都打到我帽子啊？哎呀，哎，给我上来！给装备不给钳子，来，入库，给我，哎，进去，嘿。哎，来了！我的，这也太快了，真的是超牛威啊！掉了，太酷了！还是刺鱼不够猛啊，这瓶子都压瘪了。走你！哦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我的帽子又要掉了。哇，哎，看你跑！哦，哎呦，这条体色不错哎，小鱼啊，我还能让你跑不成？咻，嘿！是我的了，金黄的，这老鱼吧，给我进去，嘿，走你，看我的炮头真的是越来越帅了，哎呦，哎，小鱼，挺鸡贼啊，哎，来了，这都不能让你跑了吧，就是回线太慢了，呀，我跟你说，我回个线，我能把自己的手给拉冒烟，给我进去，哦，来了，快快快，快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个绕天器真的是太慢了，速度！你进去，哦，来了，小样是吧？老板，这个酷不酷？啊，败家鱼，给我进去，嘿，又来了！哎呀，这个快，是不是？头一次体验矿泉水瓶体验，哎，进去，哦哦，来了，哈哈，现在速度比之前快多了，呀，我进去，哎，凤姐，时间到了，你还玩啊？你都玩上瘾了？哎，这你吵怎么样？这怎么样？这怎么样？啊，这个还行吧？来来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哎，还行，我估计你，对对，快，帮我抬一下，我来。我一个人搞不上来，我可以啊，是吗？哇塞，发财了！我这今天赚死了，今天要我今天我要的鱼，你激动个啥呀？真的是那个，不是那个电费是我付的，这个鱼当然是我的了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